等一下啊。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it's my pleasure to have everybody here for this sweet VIP captain dinner.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今晚的各位光临我们行政层的船长晚宴。怎么不提心愿卡 ？You did tell us. 算了吧，我从小都是中奖绝缘体，鞋子更黄。船长为所有遇上了我，也许不一样呢，不试试怎么知道？I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tonight we have the wish for sure. Of course, we cannot break in the law, okay? 只要是在这艘船上可以实现的事情，他以船长的名义承诺，你的愿望一定会被实现。当然了，船长也说违法的事情是个例外哦。Let's see tonight who will be the winner. We have the car, and we just need to open.The winner for tonight is Section A, Area 8. 幸运儿来自 A 区八号台。Tonight the winner is the gentleman in that table. Good evening. Are you? 这张卡片上的心愿最好由这位先生自己念出来。我们掌声欢迎。Congratulations.I'm the lucky one. Yes, you are. 就此刻，我今天晚上唯一的愿望，愿王曼妮小姐为我唱一支歌。Are you? 王曼妮小姐，你愿意完成它吗 ？Are you sure? What a wonderful word. All right. Can you? Okay, thank you. I still dream of strength. Where woman's moves, sky is blue from me and you. Oh, without anyone else, we are wonderful. I still dream of world where full.在笑你，是谢谢你的酒啊！才没有呢！我第一次知道，唱歌不靠嗓子，是靠勇气。真的，这一曲我永生难忘。为什么突然抽到你啊？船长也收小费的？陪着你，我
以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许愿是靠心诚则灵。刚才那三分钟，我可以毫不掩饰地喜欢看着你，是上帝听到我的心声了。明天船靠岸了，你会去哪？回上海啊。我会去冰岛，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极光？我要回去上班的。机票酒店都是现成的，真的不考虑一下？那会不会许多年以后，王曼妮跟别人讲起当初没有跟着男人下船，看看冰岛有没有童话？可能人生就是另一半样子了。那是好样子还是坏样子啊？不跟我走一样好，但是不一样的好。今天为什么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可能我今天的这个样子才是我平时的样子吧。就像你说的，我不是这个仓位的人，升仓的钱都需要用信用卡分期付款来还的，所以我就跟自己说，这几天就彻底的放松，好好的享受，就当是做了一场梦一样。但是船靠岸了，我就该醒了，就该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那可以加个微信吗？让我知道可以以后找到你。那天我听一个船长说了一句话，在船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应该带下船，反正都带不走，不如都留下吧。有点受伤，但是难忘。不喜欢说再见，那就道别吧。一句难过的话，我都没说，没有。
房东太太，您怎么突然来了？哎呦，搿能叫突然啊！我不是前两天帮侬发微信打过招呼了吗？讲我要来看房子了呀。哦。啊，我还奇怪呢，侬勿回我微信啊？哟，侬搿是出去了？哎，我刚出去玩回来。哦。我在游轮上面可能信号不太好，没收到您的微信。哦，勿得介，勿得介。反正我现在来了，我就直接跟侬讲哦。嗯嗯。搿房子呢，我打算卖脱了。哦，阿拉囡恩要结婚，所以呢，我要调套大眼呀。可是我刚给您交过房租的呀，应该不得讲了，我退拨侬不就好了嘛？哎，小姨，来来来，那这是我租客啊，你呢是我寻的中介，啊，我去，伊肯定要寻人来看房子，那么那互相留着联系方式，那到时候就啊自家直接约了，好吧？好，那我加你吧。哎，好。哎，这么着急啊？结婚哎，肯定结了呀！哎，我搿搭么要卖出去，埃面搭要买进来，搿总归越快越好呀！哎，我先接个电话。啊啊啊！